刘总。刘总，您看谁比较合适？就这个吧。跟我想的一样。是吗？那您看什么时候可以拍正片了？现在就可以拍了。可以了。可以。带演员换衣服。学姐，这边换衣服啊。刘总，你好，打扰一下。哎，这是我们的名片。啊，好好好。希望有机会合作。哎，好好好。刘总，我们特别希望能和您合作。哎呦，这小嘴真甜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谢谢。刘总好，忙着呢。刘总好啊。小怪，是这样，我们吧要跟每一位跟我们合作的模特深入沟通，你懂了吧？懂不懂？杨老板，行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小平，哎，来一下。刘总呢？刚刚看他出去了。不会是？哎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咬你！干什么？刘总，你不要了。刘总，这是我亲妹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这妹妹太厉害了，你。刘总，您看。哎呦，如果有什么事儿，咱们把这个片子拍完了再说。您看成吗？以后再带个姐姐妹妹啥的，你得提前打个招呼啊。刘总。他不懂事儿，我代他跟您道个歉。哎，没没理解一下。您看，如果演员方面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俩单独出来好好聊聊。不是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我吧是看你妹妹形象挺好的，我是想请她做我们公司产品的形象代言人，就这么简单呢。三黄根本不是这样，他就是想欺负我。不是，你这姑娘，你说话重点意，我哪有那样啊？不是吗？我这刘总，人要脸，树要皮。兔崽不吃窝边草的。行了，你说谁没皮没脸呢？啊，一天你妹你妹的，他是不是姓杨？你是不是姓柔？你俩根本就不是一个气儿。上坟烧报纸，你糊弄鬼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小算盘，就你们这些导演，我看的太多了。你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，你装什么装？我告诉你，这你就错了。我错什么错了？我做导演有我自己的道德底线，我带他来，我就要对他负责任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告诉你，你不准再碰他。哎呦！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呀你啊？你这家伙够爆的呀！不是你小子，不但不懂风情，你还多管闲事。你到底能不能干？不能干，你给我走！不干了，太好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能跟你这样的人合作，简直是耻辱！走！哎，你给我回来！哎，我说啥你信不信？来来，咱们喝一杯。嗯，这不错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多吃点啊。以后咱们公司啊，每个月聚会一次，费用由我个人承担。今天呢，我还要表彰一位同事。虽然他到公司不久，但是已经拿到了两个单子，他就是凌霄。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凌霄，你跟大家说两句吧。
我认为只要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情，全心全意地去投入到工作中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只是运气好而已，还得跟各位同事前辈们多多学习。太谦虚了，太谦虚了。来，为了咱们公司，大家一起加油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嗯，坐吧。来吃吃吃，来来来，这还有多少吃的？林星，来，谢谢陈总，你也吃。好。那个陈总，我单敬你一杯。李笑，我敬你一个，感谢你为公司做的一切。应该的，陈总。干了。谢谢你的关照。今天的事儿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儿。不是，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你。发生这种事儿，我真是个笨蛋。别自责了，其实也不怪你。我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只不过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。不过没关系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啊！真的，就是在你转身拉我走的时候，简直太帅了，就像一个 super hero。 哪有，才不是呢。是，就是敢对这种社会阴暗说不的人，那就是英雄。哎，还有你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，和你这种人合作简直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简直太帅了，多么义正言辞啊，有种壮士赴死的将。你要是不做演员都白瞎了你的才华。好菜不怕等，慢慢来咯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真的，其实我也这么觉得的。好，就为你这句话，我决定咱们今天晚上喝两杯。我陪你。嗯，服务员拿酒。